见所谓牛岗亭就马识国，老头亲情就赖上福。人来养太公叔教学娶老婆，在家做家务，出事就做苦力，一生都是赖妹奴。命好的就老头看赖赖看赖，命丑的就老头看赖饱看顺。娶着好的丁桥就多着妹，娶着丑的丁桥就少着赖。今那个人仲系搏命生，就搏命养，都冇啲以后冇计世界。后讲嘅哦，以后就本运逐而然；，嘛后讲嘅哦，以后我事都冇得来说。唉，讲到孝顺就杂杂都讲到离开间孝堂，又有几多集真真正正将自家父母来到自家身边照顾嘅，又有几多集喺丢弃在农村地方等于吃生吃灭，还撑过只狗嘅。父母一讲冇舒服，喊你达西看下子，你就讲哎哟，我冇得闲咯，你忍得冇？忍得嘅话就忍多几年，我包啲凉茶先本人忍忍哦。好，等到假自家奶奶冇舒服啊，想讲半夜几多爱达西看。真系有啲老人家也好奇怪，一年到头来都冇进来看佢一拜嘅一只奶，出系佢最食、最痛、最家庭、最爱嘅一只奶。等讲起嘛好听哦，佢超生爱死佢都爱等到一只奶进来，佢真系痛死。都叫了最长嘅、最凄凉嘅，也系一只一年到头都冇进来嘅一只奶。唔讲时髦家貌，所以讲请佢爱对自家好啲，最紧要系爱留啲钱嚟防老，莫以后老嘅时候存存钱问啲奶妹咯，啲冇太烦事。